我记得上学时地理老师是这么描述内蒙古的，地广人稀。我当时非常纳闷，它能有多广啊？我们正在环中国自驾，从黑龙江离开后，我们进入到了内蒙古的第一个地级市呼伦贝尔。它一个地级市行政面积却达到了26.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江苏和山东的面积总和。这么说吧，比英国还大2万平方公里。我开车时只有一个感觉，我们已经在这里面走了4个小时了，我们走不出去了。呼伦贝尔绝对是内蒙古知名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一般提起呼伦贝尔，后面就会不自觉地跟上大草原，就连凤凰传奇成名作《月亮之上》也有一句。所以按照我小时候的朴素理解，进入呼伦贝尔应该就是唰一下变成草原。但是这个大门难道意味着我们到内蒙古境内了吗？中国漠河欢迎再来，内蒙古大兴安岭管理局欢迎你。没错，只是行政区变了，但这片森林依旧没有变，我们还在大兴安岭中，几乎是沉溺在这片林海里。之前我一直有一个错觉，认为大兴安岭就在东北那一块。各位，大兴安岭有多长呢？大概这么长，最南端离北京也不到400公里啊。要不你以为它为啥能成为我国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呢？如果想要感受呼伦贝尔的草原，你需要向西走出大兴安岭。但从进入内蒙古开始，我们只是想要走出林区就用了2天时间，期间路过的几座城市面貌也完全不同，根河周边与我们之前看过的不少东北城市类似，到处都是运送原木的卡车，大街上吆喝售卖的是来自林场的山货。再向西行驶1天，到达市委，我寻思来莫斯科了呢。这座小镇大街上挤满了游客，就像红场阅兵。但从这儿开始，呼伦贝尔的主场正式切换成为草原。当时一望无际的森林，如今也只是草原中的点缀。地理课本中，大兴安岭将标志着季风的箭头阻挡在东部，但在现实中，植被表明了一切。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具象含义就是，山的那边是树，而到了这边却成了草。数据是干瘪的，但自然则是浪漫的。我曾以为呼伦贝尔是整个一片草原，其实不然，不同旅游公司承包了一个个山头，分割成一个个草原旅游区，风景有别，价钱不等，但他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大，非常大。我在网上看别人说拍照需要用对讲机，我以为哥们儿夸大事实呢。不是啊，你跑偏了，直着跑。许多旅游项目也随着这片草原被化了，比如滑草。这边的滑草大概这么长，因为今天风大，工作人员说我太胖都不敢让我上。我家乡小山坡上的滑草和这里相比，确实是显得有点小了。再比如小时候在公园的骑马，也就是骑上去让马夫牵着走一走，但这里的骑马直接就是在草原上越野8公里，而且马是可以跑起来的。大兴安岭还是种植业与畜牧业的分界线，所以到了这里，农民从种植户变成了牧户，因此这里有仿牧户的旅游项目，或许有一点点商业化。你这个帽塞不进去。哎，对了，这个就好看多了。但是还是能看到许多我们这些农耕区长大的人平时见不到的事物和景象。把这个腿看。捏着它就不会动，看吗？两个后腿一捏，哎，对，这样子。第一次抱羊是不是？哎呦，太有吸力了！哎，不是，怎么还抢呢？比如我们经常在西部片里看到的大草果，其实是牲畜冬天的粮食，因为冬天没有草。今年一年就是从10月1日开始喂草。到明年的5月底，就那大圆捆500斤大圆捆，他得吃15个。嗯，就这个几个月，这现在吃草不掏钱的，等10月1日我们这地方就下雪了，下雪就得干喂了，喂以后这一冬天到明年得5月底吃15个，一个圆捆300，3×15不是4500吗？再比如在这里，我俩学会了怎么给奶牛挤奶，用这虎口掐住，中指。哎哦哦，掐住，哎，用中指，哎，对了，哎。哦。哇，就很浓郁，很浓郁，很香，很香，这个味。对，
啊，他叫二狗子。对，叫二狗子。天天的喝，你游客一来，他高兴了，他喝牛奶啊，比他肉都不吃。哎，爱喝奶。沿着边境线继续向南，草原变得更加辽阔。或许是由于这里的视野太开阔了，近处没什么参照物，除了路边快速掠过的牛羊和道路中的标线，在视野范围内的一切几乎都像是静止的。说到牛羊，我对内蒙的另一个误会是，我以为遍地是牛羊是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但我们到达莫尔格勒河的时候发现，这是一句白描。是的，遍地是牛羊。所有的人都在说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可能已经，没那么不那么好看了，对，不那么好玩了。但是自己真来一次，就发现真的很不错，低估了。而我们面前的这条河，老舍在《草原》一文中写过，远远地望见了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后称它为天下第一曲水。没有了山地的拘束，莫尔格勒河真的像舞动的明如玻璃的带子，千回百转，明快而富有灵性。我这么说吧，就是这个厕所视角，你看一下，你都感觉美爆了好吗？就像事先安排好的一样，这是个厕所视角啊，朋友们，你敢信？再向南，经过满洲里，一个中国、俄罗斯、蒙古三国交界的城市，就到达了呼伦湖。呼伦贝尔正是因为境内有呼伦湖和贝尔湖而得名。呼伦湖是中国第五大湖。当你站在湖边，你会感觉它竟然像海一样宽广。景观又变了，朋友们，特别像我们的家乡威海，对，就是特别像那个海边，一望无际的呼伦湖，有很大很大的风，对。我第一次看到牛站在如此宽阔的水边，我觉得这个就是梦幻景象啊！在呼伦湖边，在看起来像大海的呼伦湖边，这个牛就站在海岸边，两个牛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不知道在说什么。也是第一次看到了草原和大海有了交集。我们环行中国的旅程到现在意义之一，就是把书本上看到的东西投射进现实。但我没想到的是，即使在家乡常见的事物，来到世界的另一边也会变得不寻常。呼伦贝尔很大，这里的云形状更加灵动。我的天哪，这片云色太漂亮了，真的太漂亮了。雨在数十公里之外的翻腾也能看得一清二楚。而且因为在草原上，所以整个过程还有它下雨的那个形态都看得一清二楚。而夕阳的轮廓与颜色之饱满，纯粹的像是艺术品。但与其说是呼伦贝尔太大了，倒不如说这世界太大了。也太漂亮了吧！我记得，永远记得。离开呼伦贝尔之后，我们继续向西，到达了锡林郭勒。你说巧不巧，我们到的那一天，那里正好在举办内蒙古自治区那达慕大会，据说还可以直接报名，穿上摔跤服练吧练吧。我参与了一把啊，差点终结了这次旅程。环行中国的旅程还在继续，现在关注一波，后面的路还长着呢。